我早期，小学毕业就去学木雕，那后面因为喜欢画画，那个中间也会去学画画，或是在后面在读夜间部就学，到后面会进入艺术，就是跟艺术有相关的学业，再做一个新的调整，就是学一些观念的。我在20几岁的时候，产业就慢慢转移了。那我也是对量产的工作也不是很兴趣，我喜欢开发新的，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大概都是以打样板为主，我很少加入生产线啊。所以到20几岁结婚，到有一段时间我会产业又慢慢外移，那我有到过三义来走一趟，这个环境也蛮适合我。而且可以当个人工作室，我也可以自由发挥，又可以跟消费者或是客人接触。那这样的话，我慢慢发觉，雕刻不一定要很传统，也可以把它艺术化。所以一进入这一行，从小学毕业到现在，我50几年了。我以前大概会请走兽啊、人物啊，或是花鸟类的，这个。对我学徒的过程，我算是拿手的，就是花鸟类，所以后面会朝着牡丹这一类发展。我在1980几年就拿过民主工艺奖，这属于国家办的那个奖项，那是第一次拿到工艺奖，就是牡丹系列。那后面第二件大概就是我们奥古系列，像这次展览有几件的奥古系列，包括人物啊，或是植物。植物我是拿梅花，一般植物来讲，冰天雪地它可能不要说开花，它连叶子都长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它跟人类的一种那种傲骨的心态意识一样，所以我就朝这几件的系列去发展。那到目前还是继续有在做，只是说把那一系列再精进。我父亲他对于创作他的作品的要求是非常的，就是要求的非常的极致，是真的非常的极致。他在于说他的人物的细腻度跟情感的表达也是非常的要求。再到花鸟系列，就是非常讲究生动，然后就是写实，然后他就是会很花时间的去把一些很困难我们不会去注意到的细节呈现得很。就是呈现都会去把它呈现出来，对，因为他在这创作方面来说，他最常跟我们说的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不代表我们就不要去做它，你反而要更细心的去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所以他在对于雕刻层面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在外的年轻人，他有陆陆续续回来。那甚至有些艺术学院来我们那个木雕博物馆的新欢迎，那每年都会留下一些。那后面当然是还是有木雕师要带了啊，他们就也称为朋友。那我常常在我这边出入，那我想说，带我的小孩子是不是也顺便把这些学生也拉进来，让他们有个伴，那工作方面也可以互相研究。那这个时间到现在大概10来年左右，那最近这几年来，大概还是有申请到一些公家的经费，那也感谢我们的文化部还有我们县政府的配合，提供我们教学的场地，让我们也方便那个教学的课程。后三年的那个木雕主题。就是我们的木雕新传展，那我的作品名称叫《凿之心念》啊。我们讲会讲是雕刻了，但是古时候的说法就是凿花，心念大概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就是用雕刻刀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一般人会写作家用笔，然后用眼的，但是我就用雕刻刀来写我的自己的故事。一般镂空雕还有圆雕，它是立体的，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底，
像你现在看到的那个底哈，跟前面那个是同一块木头完成的，好，里面的底那个光滑可能会比较特别，就是一般雕刻刀还是没办法进，就是要有特别的雕刻刀。你看它的支撑点哈，每片叶子，那它虽然是镂空，但是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有接触点，那个支撑点要算好。你现在看到哈，那后面的底跟上面的是同一块木头，那现在最困难就是我们上面是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圆雕的话，我们是可以从背面修过的。但是我那个底要清的时候，我很怕去伤害到上面，所以不能贪心，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拿，这个是工法的困难度。其实有些木雕它工作可以很快，但是这个快不得。像这种设计也是会从一动刀整个整体我就要有，也有过度想好了，你不能坐到那边来想那边，因为木雕它是气势法，你没有办法再补回去，所以它整块是一块木头把它完成。这一系列都是牡丹的作品啊，像这个是块木，块木，这个四流的块木，如果就是表现出来它的价值性会比较高。那特别最要这一件是我在这里面可能是最早期的作品，应该是民国84年，那时候在台湾民主工艺奖，再来传统工艺奖、国家工艺奖，就这三个系列的奖，就我第一次拿到奖是这一件。这件作品是比较特别啊，一般人会误会我这个是放上去的。那我现在介绍就是，它从底座到上面就是一体成型。如果行家的话，他会去核对那个纹路。这件也是牡丹系列，我们取名叫盘石富贵，因为这也是一个深雕的技法。有时候为了一点点那个小木块，我们会就是去打造那个刀子的弯度，就是为了拿那一点。这一系列大概就是也是傲骨系列，但是我是利用斜颈来代表那个傲骨，因为很少植物会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开花，就是我想到的只有梅花了。但是我要做斜颈，如果是当然是人物，我有做四五木窑那个斜颈，那植物我是用梅花来代表。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你要把木头做成像斜颈，而且颜色要是雪白的，只有黄杨木，因为它木头是白色的，所以很多人误会我是用就是化学药品啊，或是那个胶把它淋上去的。其实它是一块木头，全部一块木头完成，只是说岩石方面我有淡彩，那个雪或是白色的部分会比较突出这样。这个展场哈，大概都是以奇木巧雕为主，那观音为主题。像在我前面这一个观音，它是比较特别，就是它是树头树根的部分去折到后面那个佛光的光线，我就利用那个佛光的光线中间来做一个观音。这个是天然的，不是画上去的。我就利用它这个折线来代表它的佛光，这个是奇木巧雕的其中之一。